好，讲话，所以主唱啊，你主唱，还要先跟他介绍一下你的团员自己本人，然后跟团员介绍，我们台北大学啊，对，然后我们团员四音乐的，原本是讲叫浩中欧海乐团，就原本是他有别的名字，然后后来就觉得他太大，然后就改了四音乐，然后这也不重点了，反正就是我们这个团员是，对，是我们这个团真的非常辛苦，就几经波折，工程真的是其实也是。开歌上面也是有发生很多的小小争执，不过后来是还是有，所以有打架之类的吗？当然是这一团，也是死了不少人，然后就也是淘汰过很多人，对，淘汰过没有淘汰啊？对，说中间可能就是有辛苦的地方，但是台下阿克班女孩看非常了解。发下去，他们今天是会不会需要吵架？真的，发今天解散，不是把搞混店做我们的专场吗？不是啦，但是在别的地方啊，我们已经搞了，我们欺负自己的就不要欺负人家，欺负自己的欺负自己的，因为等一下好像还有很多团可以让我们欺负，也觉得坏笑了就浪费发挥的空间，再欺负下去没有朋友了，那你们放心吧，准备好吗？我他妈不理我，天哪，那我们来访问一下我们的鼓手。听说他是团长，你听说他是团长，鼓手都能被忽略，我们现在在访问他。没错没错，我们这个地方都非常忽略，所以要给他点机会。来，我见过一下，发了，发了，发了，结果真的是什么？听说他长得没有很高，听说他长得没有很高，那我们站起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来，麻烦你站起来一下，来，不会。哇，发型散发出光芒来了，还不错 ，OK 啊 ，OK 啊，不错不错。身高如果你才能最重要的话，你看阿姆长也没有五六的动物。高，他这是北方的突破。他讲话真的是，他讲完我才听得懂他在讲什么。我帮你翻译，有那个回音，是那种感觉。那 OK， 我觉得他们都已经站起来了，意思就是要搞我们笑。那我觉得这尴尬的场面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，他们可以当主持人。对，拜拜。掌声欢迎我们的 Forty。